there.嗯嗯，我想就赶快给他镇静嘛。那用针灸来做镇静，比我们用药更快。安置所内仁医会医师协助灾民稳定情绪，慈济志工也进入灾区急难救助。进到旗山镇公所的时候，就听到里面的人在喊着：“慈济人到了，慈济人到了。”这样好厉害嘿！8月9号的当天，我们就提供42000多个便当给屏东，还有我们去大旗山地区的所有的灾区，带到屏东市或是林边乡。蓝天白云身影照亮笼罩阴霾的灾区，慈济启动六安计划中的安身安心，灾民住进安置营区，志工日夜陪伴关怀。终于，好久不见的笑容回来了。心里为你很难过，而且家里爹今天很难过。心神回稳，但家都毁了，急需一个永久的家。我们呢，心连着心啊，手拉着手，共同的力量，一个方向，就是赶快为灾民呢建立了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山区民众得离灾，千村平地，但永久屋盖在哪呢？灾民愿意吗？慈济志工一一沟通。那个副总，无论如何，帮我们这个宝山村，都能够有机会到我们的那个大爱村的什么？工程千头万绪，更以88天完工为目标，外界满是质疑。我受得足多，声音很大的压力，那个时候。只有一个信念，无有一日忍住啦，这些受灾难人呢就没有希望。正言上人前往高雄的途中，开示了实在心路。苦难中啊，我们要长养慈悲啊，在变数中呢，我们要考验智慧。这么样的艰辛的一个历史，一定要把它留住。我就打给李寿全，我说李老师，拜托你，今天晚上你一定要进录音室。当时李寿全一夜谱曲，写了慈悲的心路。那李寿全说，那上人我有一个请求，因为只有8句，上人你等一下开示的时候能不能多加2句？所以这10句的过程，其实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心血。在苦难中长长慈悲，实在心路唱出灾后重建的智慧，也唱出了信心。受灾乡亲修诗意以母语唱诵，亚伯吉玛嘎玛利，我用风格调唱的是说，我们人跌倒要怎么爬，然后我们要很勇敢。慈济人的真诚打动邱师义，当时他参与以工代赈，还自创3不歌，推动不抽烟喝酒的工地文化。一个不要喝酒，一个不要抽小烟。灾民纷纷参与家园兴建，但88天要完成第一批永久屋，需要大批人力。来自全台各地的慈济志工展开爱的接力。有人吃过做这个医生哦，护士啥物拢有哦。人个遮远啊，拢来咧斗做这個，要关心要起哦，在灾民多啊，对无？那当然会感动啊。有些志工住进旗山，更多的是半夜往返工地。居住啊，大概每天到过100到200台，但是啊，有当时啊，因临时要调度，要开出去，甚至晚上哦，12点钟我嘛还过去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安居安身更要山林安养生息，山林大爱园区就在六安计划的使命与期盼中落成。2、3，开！
莫拉克灾后的第一个永久屋用88天创下奇迹，开启的是灾民的希望和崭新的未来。